我们娘娘是一个老一个县城的老老伯伯，已经过世了，他就背过来，挨过来，挨过来。我们要登陆艇的时候哈，登陆艇说神明不能过，不能上船，人也可以上船。那我们像我爸爸他们的人，像我叔叔那个八十岁那个，可以把他们一些老一辈的，假如说神明不上船，我们也不上船。后来以前就打电报啊，打给蒋经国啊，他说他们不上船了，那为什么不上船？他说神明不上，他们也不上，那神明要上，那就是转向龙口就一起过来。娘娘庙，娘娘怎么样游览？游览？我是听我爸爸他们讲的啦，那时候我还八岁。这娘娘是一个套路，她以前在我们家乡就是我说三棒啊。打鱼的嘛，好了，他爸爸就跟人家出去打鱼，打鱼呢，有一天遇到风浪，船翻了，那就三棒翻了没有关系啊，你几个人再可以把他搬过来，谁弄掉还可以弄回来嘛，对不对？一回来他爸爸沉下去就没有起来了啦，没有起来，他回到家，他说我爸我已经回来了，说你爸爸掉下去都我们找也找不到了。他说、啊、那我要出去，他说今天风浪很大，不要了，改天再去，我再找，今天下去也找不到了，那他说找不到尸体可以找不到了。好了，他隔了两天就他出去，首先船员就跟他讲说 你爸我们船从这边搬家，你爸就在这里，他就找不到，他就一下跳下去了，啊，跳下去上面船上人会紧张啊，就下去找，找不到人，找不到这个所以娘娘，找不到，好，隔一天还要去找啊，尸体怎么找回来？好，刚找到一块木头，糊了一块木头起来，他们就把那块木头呢，就是把它雕刻，雕那个雕刻师傅很出名的雕刻师，把它雕刻圆了。啊，我爸爸说，为什么叫如意呢？像我爸他们还是一直不大清楚的，他说。我爷爷他们讲，可能他的名字叫如意。我好比说，哦，他姓什么？如意。对，啊，他又有这个孝心，干脆给他起名起如意娘娘说，就供奉在我们的岛上。全东欧大陆没有这个如意娘，只有我们那个渔山岛，只有这个如意娘，就是旁边就是在那边，大家都供奉，没人打鱼的。喂。溥仪是这样的，是一个是跟海浪搏斗的嘛，生命是也很危险的。我们庙应该最早要4级风以上才能出去，其余才会浮上水面吃。我以前我不是标手，我要请一个横村的标手，他在标，我在指挥。啊，你们看到有标台三面对，中间不是有一个。那个铁条吗？你们要看，我就是站在那个地方，那标手就站在最前面的，我要给他指挥的。标手那个标杆啊，指这边，我就要指挥的。后面那个人斩斗的那个要看我的手。这个标杆往这边，那我就往这边。那个人说，给我讲说快点。当然他讲话我也听到很近嘛，快点，那我就叫后面，像加大马力啊，那个也追不到。哎，他讲嘛，我，啊，讲，有时候，假如说他要标的时候，我就哎，他就马力就，这个就是要去看那个标手，我看他每天怎么标，怎么标，他在标这个鱼的时候是怎么标，鱼会跑嘛，船会跑嘛，你不知道鱼会跑，你看标这边那鱼会跑走了，你要看怎么标啊，啊，会标的人呢、啊，其余你说标到头这边，要尾巴就是最好，价钱最好，那像我们会标。他中间飙下去了，那位置要看我给，会飙的人他会飙重点，那我们飙到就好，还是什么重点不重点、啊、我们看他怎么飙，就慢慢学习。没有，你不是说我打鱼就会飙，你站在上面就打鱼很好了，有卫星导航啊，对不对？气象报的指南就哎呀，我跑得很远了、啊。啊，有时候一到海浪的时候你是很辛苦啊，也是很危险啊。我前世不是跟你讲的。就说哎，靠神明保佑啊，别的都没有、啊。
就是船在海上，浪要把你打翻了，你没办法，对不对？你大船也小船就也没办法，还是靠神明保佑的。打一次，这个什么时候要这条要出的都不一定的。那开船那时候，俄乌的船啊，还破破烂烂，没钱可以修。那海浪也进来了，哇，海水来，那黄油船他会游泳的，那时候也没有抽水马，用手抽的，啊抽，那海浪哇大的开回来，那时候我们小船开到这边最少五六个小时才会到，可能还没到。好了，那时候的我们一位的主任叫郑老师，已经过世，他的儿子还在，就是在这旁边。他在那个码头看，要进来之后啊，进来这个港湾里面的、啊、那个海浪啊，要看好了才能进来。没有看好，你被海浪打就沉下去了。哈、哦，我就说，娘娘啊，啊，往下动啊，你就骂了，我不要了。那小船呢，从离岛看这个东西看到，还是多大，外面没船啊，人家都进岛了，谁等着你？好、啊、了，我们整个村庄的人啊，都在码头看。那个郑老师郑主任就在那指挥，他看海浪啊，他就码头这个海浪有没有来，他没有来了，他就旗子一弄，我们就喊着加大马力了，我们以前那个六马力，你怎么加大也没有用啊，你还怎么跑进来？好，后来我们平衡进来，哎，这是有我们打一个，你遇到困难的就是，哎呀，你妈妈要跑。是这样，你没有叫说，你只有这两个可以叫啊，你没有不叫爸爸妈妈你保佑我，就是两个菩萨，两两方面你保佑众生，你保佑我平安，都这样。打一的神明是保佑你，无形中的保佑你，啊、哦，好像说你出去打也好，出去做事也好，很平安，身体很健康，家里面嘛。你像我爸爸开始在大陆，我奶奶他们开始。多两多一两年的时候，我们到现在，像我们这个已经第三代，像已经的，再来有什么都问他第四代，你看我们多平安。可是我两年看他飞黄，飞长城，飞布达拉宫，台湾表演特技，他都特技了，他怎么样他都摔不死。啊，他自己就是喝酒，酒后把他害掉，这是我们认同我。我爸爸他们提醒，神明不要太迷信。我们的重点，你就是要尊敬，要去拜。不要说你今天骨头断了，你还拜神明？你拜托你骨头断了，你帮我弄啊？不可能的事情。你要去看医生，开刀，啊、哦，神明这边香要点，为什么？保佑你早日康复，很快就好。哎，我说你就很快就好了。你不要说你不去看了，你就摔断了，你还在还每天吃。神明给你吃，啊、哦，每天给你弄，你还吃不好，你不是断了通常没有接没去了吧？还是要去看医生啊。所以我爸爸他们那种时代都教导我们，我们的重点你绝对不能感觉，如果太过不要太迷信，啊、哦，神明是无形中保佑。上那个平常的不是那时候我是八岁，七八岁，那时候我跟你讲那时候是很苦的了。现在以前的生活跟现在是不能比的，它天跟地的。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检验，信里面都要检查的，你没有到时候毁谍啊，间谍不一定的，都要检查的。钱那时候不能寄台币的，什么美金给他，他美金寄到大陆，叫他亲戚那边，就是家人喽，还知道说哎，你们这些。从离散到过去的亲戚在台湾是我们的，那时候我们师傅的经历都很苦，那时候他们打鱼没有像现在铁壳船，我相信铁壳船的像那个铁壳船没有的，像那个都是铁壳，现在铁壳船那边多少有6000只、啊、3000多对，以前是木壳的下船打鱼，那时候共产党打鱼的时候，那个人民公社的时候，那时候文革的时候打鱼打的是政府给你没收的，才一点点给你的。
现在鱼打还可以自由拍卖，还有船的以后可以补助的，现在没人动了，以前都很苦，像我们以前都开发了，我们就过去了，我们不要的衣服啊，我们都一包一包带过去，哇，都他们都能抢的，那现在你带衣服过去他不要了，钱给他还不要，他现在比你生活比你这边好，比我们更好，每个人都有很大的船，你像我表弟啦，啊，我姑妈来的很多，他们都打鱼的，每个人他把那个项链呢、啊，戴的当手链哈，我刚才讲我说你们脖子会掉断，我没那么经验，都有钱的人，你看他们那个铁哥他们一对都是，一对好几千万人民币啊，现在都没有钱了，现在他们，我们去的时候现在都你们来看我们就很好。因为离山岛现在有快艇了，像我们这个好利岛呢，这种快艇，不像以前是坐大渔船，很慢，差不多三个半钟头、四个半钟头才会到。现在那个像我们这个跑利岛这种，差不多一个多钟就到了。他们我们这边到利岛十八海里，我们那个十五到离山岛35海里，比较远，差不多到南屿，南屿怎么远？我们上来要去，现在村里面的人也不想去了，既然路途这么遥远，你像冬天又很冷，还有年纪大不想，现在年轻的人哦，好像你故乡在哪里，好像对这个他也没什么很注重，我们光阳是大陆来的啊，大陆是大陆来的，也不想去啊，对不对？我还去的时候，有时候去大陆去别的地方，他也没到宜山岛去，那我们已经从宜山岛过来了，我们会想念，哎呀，我小时候就在这边，啊，就在这边钓鱼呀，在这边怎么样？我在这个地方游泳，我们都会记住啊。现在你想我儿子，我说要不要去宜山岛？哎，宜山岛还坐船了，不要。他们都不想去，那我想我们这一代都还会想去。